他们今天要杀鸽子，烤乳鸽，赶紧挑一只。老师说啥子地方好干？秋日去开到那个差不多了。秋日干？就是枣子干。抓了四只，他们准备把它烤了。这个表弟养自己养的鸽子。表弟哭了，舍得不你。这给老宝真的扣水啊。啊，这个。你把这去偷的羊来烤。你说这烤的是不是这种方法？不就是你的烤羊不粘脖的。啊，不粘脖的。带不带？嗯，帅不帅？帅啊。真帅。老婆帅。发型都乱了。来到这个车上来找错了。哎呀，我带。大师，进来啊！啊！这吃完，吃完，吃完。行，烤烧烤，玩下牌，跟他们喝酒。你是谁呀？玩牌比大小。我现在学会了。爷爷，这都多大桌子给他干的？不看我的，那边你是谁？你说我是谁啊？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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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舅妈。